我姓鄭啊。係代表邊個界別？我代表施政觸覺嘅。我哋係建築測量都市規劃界嘅代表啦，但係其實我哋係一班建築師組成嘅一個團體嚟嘅。係啦。係啦。我諗幾個月到啦。係啦。其實又不是一個會員的制度的，是一班即係所謂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走在一起啦。咁我哋大部分都是建築師嚟嘅。咁礙於資源有限，其實我哋都冇資源，全部係義務性質咁嘅，咁嘅去做呢個組織嘅。咁但係我哋做到嘅嘢咧，就係去推動翻我哋功能組別嘅議員，係去喺我哋業界係去做一個民調，去了解翻業界嘅聲音，咁係先去投票喺立法會度。咁就希望佢投一票係真係反映到業界嘅聲音，而唔係代表住自己嘅個人意願或者政府嘅意願咯。主要是政改方案，就是一個契機 去成立這個組織。你會有一個你們自己的民調，看看會不會有什麼講嘢資源的問題，我想我們要去做一個很廣泛性的民調，我想個可行性又不是很大，但是我們是去希望議員是去做這個民調。而我們三月的時候是聯署去信我們功能組別議員謝偉銓議員，是要求他去做一個這樣的民調的。而在昨日他亦都宣布了是會在我們業界做一個這樣的民調，就會委託中大去做一個這樣的民調，是去了解業界的聲音的。那我們是很歡迎他去這樣做的。謝偉銓，謝偉銓議員，謝偉銓，謝偉銓議員是負責你們的業界。沒錯，是。